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直播啊！今天呢，因为是开幕式又有抽签，所以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离开幕式的时间大概还有30分钟。刚才大家从镜头上看到了啊，整个这个国际博览中心的这个位置啊，环境是非常好，挨着湖，而且呢，在我左侧就是运动员正在训练啊，离着也就是大概有个几十米远。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的这开幕式和抽签仪式的过程中，我们还特别请了嘉宾，等一会儿给大家介绍。现在我们先听一下本台记者徐丽在开幕式现场的介绍。现在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训练场地，啊，现在运动员们正在抓紧时间训练。这个是国际博览中心，然后临时搭建的看台，啊，大概可以坐4、5千人的位置。由于赶上那个5·1国际劳动节，所以是一个小长假。这样的话呢，这个票务就显得更加紧张了。啊，现在各国的选手啊都积极的备战。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啊，我们的这个，这是。这个检录区，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这个中央电视台和很多的新闻单位也在这个附近。这次乒乓球呢是聚集在了整个的这个区域里边，啊，所以还是，应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啊，而且环境非常的优美。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2位嘉宾啊，这2位呢都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先介绍马琳吧，啊，马琳呢是9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特别是2008年啊拿到了关键的奥运会冠军。马琳，我记得97年你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是我到现场去解说，啊，你看这一转眼这么快就到现在了啊。杨颖呢，大家这是我的同事了，也是第1位啊调到。作为职业的啊，调进中央电视台，作为世界冠军来解说乒乓球，而且呢，他也是5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我记得43届他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没错啊。当时我和宋老师啊，蔡老师是第一次，我记得是95年是的进行这个世乒赛的解说，而我是第一次，特别巧啊，参加世界锦标赛也是在95年，所以咱俩是同时开始起步，我是参赛，你是解说。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哎，马琳以后啊。想办法也到中央电视台算了，咱们一块儿。这不已经来了吗？啊，已经来了啊！一个团队啊，一个团队。好，那么现在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工作的环境啊。马琳，我考考你，那个区域是什么区域啊？最里边那个区域？那个是我们的故事区域吧？对了，哎，这是故事区域。这个故事区域呢，就是我们这次有一个世界冠军团，杨颖都跟他们熟吧？挺熟的，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97年中美建交有一次重大的活动，那么，世界冠军这些老的冠军，包括林慧卿、郑敏之，还有很多老的冠军都一起去美国，所以我跟老的冠军还是比较熟悉。那么每一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锦标赛，我觉得这块也确实是个亮点，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了，很多。老的冠军可能有的已经去世了，但是在世的这些能够大家在一起，能够追忆过去，甚至谈一些家常，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没错，马琳，你这次你参加了这10届世乒赛，你这次对苏州这个世乒赛，对你来讲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感觉比较不同的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以往几届世乒赛，我在广州也参加过我们世乒赛，然后在上海的世乒赛，包括北京的奥运会，都是在我们家门口举办的这些大赛。那以往的几届世乒赛，我觉得从我们自己来说，和这次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因为现在可能也是退役了，所以跟自己要门票的，或者说要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球馆的，或者说哪怕。看一场半场的这种比赛都比较难。你的意思就票非常紧张，一个票非常紧张，再一个也证明我们这次的世锦赛，有非常多的观众和球迷都特别的关注，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另外是五一长假，跟五一长假好多人这个五一长假出来玩儿，啊，带拉家带口的，正好喜欢乒乓球来看世乒赛，所以这样一下就剧增了。我现在啊就是特别怕接电话，因为电话一响，基本上是全国各地热爱乒乓球、喜欢乒乓球都特别想来苏州参加这个观看世乒赛。最远的有美国的朋友，因为他本身也是打球的，在美国啊他开乒乓球馆，然后这次赶上五一小长假就能够来到苏州，他特别高兴。他说1号、2号、3号决赛的票他都不奢望，但是我说你放心，想办法给他让他看到这苏州世乒赛的盛况。你看啊，这个区域呢，就刚才马林说了是故事区，那我们这个区呢是主演播区。那主演播区一般呢放个球台就当桌子用了啊，这次可不是，所以马林你要做好准备啊，到时候观众就说你这活比较细，玩什么搓摆短呀、切长啊、什么拧啊，就这些技术到时候可能要在这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球台小，我这个球台小啊，没法展示，更要摆短，没问题，更好摆短，更好摆短，更要摆短，不好摆短啊，不好摆短，对。不过这个手你看都伸到这儿了嘛，对吧？另外呢，你看这个后头这个背景板啊，这个后头有个黑板，这个黑板也是我们增加的。这个呢，主要就是抽签的时候呢，帮助大家来分析，啊，到底是对谁有利啊。我们今天呢就等一会儿请他们2位世界冠军给大家来分析这个，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演播室的这个功能啊，暂时给大家啊介绍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这个运动员啊，介绍一下运动员的这个一些情况。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今天世乒赛开幕式的现场——苏州文化艺术中心。那这里呢是紧邻我们的赛场，距离我们赛场的直线距离呢，可能也就是1000米左右吧。那与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开幕式在体育场啊、体育馆里举行不太一样。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开幕式呢是在一个这个歌剧院的现场里面来举行的。那昨天下午呢，开幕式是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带妆彩排，彩排呢是持续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那整个开幕式应该说是分成了3个部分。首先呢，会进行大概10分钟左右的这个仪式部分，随后呢，将会开始呢20分钟名为“荣耀世乒”。灵动苏州的这么一台文艺演出，那这一台文艺演出呢，应该说没有这种高科技的灯光音效，也没有呢这种明星大腕的演员阵容，但是呢，它却能让您感受到哈地地道道的这种苏州风味儿。比方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包括像这个评弹，还有苏绣，然后还有昆曲，都会将在我们这个文艺演出中呢，通过一个个节目呢，为您逐一呈现出来。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开幕式中另外一个重头戏哈，我们的抽签仪式。根据组委会的安排呢，到时候呢，我们男女单的头16位的种子选手呢，都会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然后呢，由我们已经固定了这个签位的男女单的头号和2号选手来抽出其他选手的这个名字，然后呢，由他们自己来抽出自己的签位。随后呢，我们的这个对阵形式也将会逐一产生。所以呢，过一会儿哈，我们的这开幕式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的期待。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好，谢谢。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呢，这个李武军啊也到了现场。我们现在请李武军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本届世乒赛的训练馆。大家看啊，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从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这就是一片训练的区域，一共是摆放了40张球台。通过镜头，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还有一些运动员在进行着发球和摆短的练习，因为这整个这个比赛馆呢是23号才正式向各支代表队开放的，因此运动员们都希望抓住这短暂的难得的时机来进行着赛前的这种热身。在我左手边的最远端，那就是这次比赛的副馆，而在我右手的旁边就是这次比赛的主比赛场馆，也就是有8张场地的中心球场。运动员们只有在副馆经过角逐之后，才有资格进入到旁边的主馆。现在呢，应该说是午饭的时间，而且呢，世界排名前16位的男女运动员都已经开始前往抽签仪式的现场，因此这个地方现在看来呢，还显得有些空荡。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时候，这里边确实被围得水泄不通，40张球台满满当当。我看到了这个比利时老将塞弗，还有日本名将福原爱，他们都在这里进行着单打以及双打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同时呢，放高球也是他们必不缺少的一个内容。他们主要是为了来看一看这个赛场的这个气流，还有灯光等等，对他们发高抛发球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在1个半小时之前，也就是12点到1点这个期间的时候呢，中国的队的队员在我旁边的主比赛场馆进行了1个小时的适应场地的训练。这也是中国队的队员17号来到苏州之后，在世乒赛开赛之前最后一次适应场地。我们看到呢，这个在场边聚集了大批的中外媒体的记者，尤其是在马龙和波尔进行合练的时候，旁边的媒体记者呢也是水泄不通，把这个整个中心场地围的。我看到呢，在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媒体记者们也是对马龙和波尔进行了一个采访，两个人都说呢，说刚开始在自由发挥的时候，感觉发挥的还行，但是一到这个技战术组合的时候，就显得有些蹩脚，就是跑位的问题啊，线路的问题啊，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每一次训练结束之后呢，我看到刘国梁还有德国队的教练员都会把波尔和马龙叫到旁边，开始进行这个赛前的这种分析。不巧的是，在第2轮，也就是32进16的时候，马龙和波尔竟将遭遇张继科和许昕。谈到这个比赛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有意思。之前在波尔和这个马龙配对之前呢，两个人都信誓旦旦，希望能够拿到这个男双的冠军。但是当听说抽到了这个张继科和许昕，而且是第2轮的时候呢，两个人的脸色都显得非常的严肃。而这个张继科和许昕则说呢，说这也将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我们也希望通过他们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种状态。看得出呢，双方对对方都是非常的重视。另外呢，应该说，今天这个最后一天对主比赛场地的适应，各支队伍都是非常的重视。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各支队伍安排的时间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提前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便会在那里候着，你希望呢能够蹭到更多的这个适应场地的时间。在等一会儿抽签仪式结束之后呢，我也会将把刘国梁和孔令辉叫到这里，对整个抽签仪式的这个进展以及签位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签。观众朋友们，喜力啤酒敞开新世界，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东风日产，没有不平路，我有我磁场。磁悬浮技术，磁动跑鞋，360度。北汽绅宝 X65，创建不凡。入行轮胎邀您共享精彩赛事。入行轮胎邀您共享精彩赛事。啤酒鼎力赞助亚冠联赛，入行轮胎邀您共享精彩赛事。入行轮胎邀您共享精彩赛事。注亚冠联赛。入行轮胎邀您共享精彩赛事。入行轮胎邀您共享精彩赛事。 雪花勇闯天涯，鼎力支持冬奥会申办。说乒乓球25年了，很少在场边静静的欣赏。新球、新规则、新力量，主宰国际赛场。今年在苏州，谁会坐在我的身旁？离开赛场不代表离开乒乓。18个冠军头衔，直拍有什么秘籍？ 今年在苏州写下第一章。做专业队教练，创岩上乒乓，老中青少各选其长。今年在苏州横拍打法与您分享。近水楼台，冠军相伴，全媒体互动，我替观众网友求教。今年在苏州，我们边看球边学球。 今年世乒赛在苏州，我们在苏州。啊，观众朋友，现在呢，距开幕式的开始呢还有13分钟。我记着呢，当时在厦门啊去探访的时候呢，马林和杨颖好像碰到了，是吧？没错，我们俩当时都是最后阶段了嘛，所以最后的时候人比较热闹，王浩也去了，马林也去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跟乒乓球有关的，反正到最后都成了一个小型聚会了，是吧，马林？对。马林到那儿主要是什么目的呢？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广东队嘛，啊，所以也是学习吧，也是学习一些，因为退下来和当运动员不太一样，嗯，退下来以后又是领导又是教练，看刘诗雯去了，就是没有，厦门没有刘诗雯。哦，对，厦门没有刘诗雯在成都。对，成都我也去了，嗯，然后。 其实都是学习吧，也是学习国家队这些先进的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教练，我的原来的这个吴指导这个教练，尤其是刘指导现在总教练，能够怎么样如何带好一支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这么优秀一支队伍吧，所以全方位的去学习吧。感情。 去了你见到吴指导，包括和国梁他们在一起，真的是那种共同的。 去体会，共同的去感受这种大家之间的一种感情。另外，我觉得就是说，在封闭训练期间啊，确实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比起来啊，确实发展了。它有很多丰富的内容。你比如说，他去海边、沙滩啊，去这个体验这个体验到熊猫的繁衍基地，到学校去做推广啊，甚至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校园的活动，就不是那么单一了。对，不像以前，以前只是训练。那杨颖，你到那儿去探营，咱们一块儿看看这个片子，好不好？好吧。 我原来剪都跟机器压出来的一样。有点复杂。就是刚才跟你打了一下，体验了一下，我觉得你反手的摩擦球的感觉非常好。这核心技术是以胸为主，以抽为主，还是以近台的这种摩擦为主？以胸为主。 前面肯定说行。这个球好像给人感觉就是特别舒服，顶完之后，然后反手出的时候，同时这个手就已经做动作，把整个动作就完成了。我还是能够去舒展的去把自己的力量发出来，所以可能才能达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足球。领队，我看你都累瘦了，手里还拿老花镜。 这个男女队，一个在厦门，一个在成都，你得两边跑，然后方方面面，可能衣食住行、后勤、吃喝拉撒都得你。其实我们是4个队，应该严格来讲还有2队，在4个店儿。当然了，这种跑肯定要跑，但总体来讲，这次整个封闭训练准备工作都还是不错。 啊，观众朋友，大家看到男队呢训练呢是非常的刻苦啊，但是呢这次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有一些新人出现，啊，像方博啊、梁靖昆啊、马林队他们是不是也是担心像这年轻的选手？方博和梁靖昆都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方博虽然年龄稍微比梁靖昆大了一点点，但是也是算我们最新的一个世界冠军。方博的整个技战术里头还是，应该说比较凶狠的为主的这么一个打法，而且在中国队也是培养了很多年的这么一个年轻的队员，应该说这次比赛还是有这个机会吧，去冲击一下这些外国这些优秀的运动员。梁靖昆呢，就是年龄更小了一点，应该是17、18岁左右吧。 我觉得梁靖昆整个技术里头还是比较先进，尤其是反手这半台的这个质量会更高一些，因为现在，改了这些规则以后，对反手的要求、攻防转换会更，要求的更高，所以梁靖昆这方面可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比赛也应该说是他，能够很好的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吧。杨颖怎么看？我觉得这2个队员，刚才马林已经介绍方博，其实方博应该说算是一名老将了。而方博呢，在去年啊，他是凭借自己在队内的这种竞争，拿到了世界杯团体的这个冠军，他参加世界杯了。那么我觉得啊，对于一个在国家队磨练这么多年的一个运动员，他终于拿到这个世界杯的冠军，有了这个头衔之后，对他来讲是一个起点。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是方博的世乒赛一定是有一些作为的，有些作为。另外，小将那个梁靖昆，我对他感觉就是他比较有个性，比较阳光，也比较张扬啊，也比较有力量，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强势的运动员。所以呢，他对中国队可以说其他的几个主力都有一定的冲击。其实有这样的小将冲击，我想对上面的这个3驾马车，包括领军人物张继科，对他们都是一种触动。 有一种压力啊！好，我们这样先看看女队这个片子，好吧？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探营，我们来到了成都中国乒乓球女队备战苏州世乒赛的训练场馆。待会儿呢，我们去探营一下中国女队，一直持续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这个瑜伽练习，看看运动员们他们有什么体会和反应。 如果他们有人偷懒，你怎么去解决制止他们？他们可不觉得这个舒服，他们会觉得我在虐待他们。因为瑜伽的这个，我会针对他们的身体做一些训练，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吃力。瑜伽能让我们感觉就是身心得到放松。我觉得最主要它是练气，它能让我这个人完全的沉下来。 让我觉得大赛前需要的是这种沉淀，我觉得气的这种沉淀和展气的这种状态。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下午的多球训练。其实多球训练是最累的一个项目。这张球台我们看的是参加世锦赛的非常有希望的年轻小将朱雨玲。好球，坚持，再坚持，加油，加油！ 非常好，这一口气能打多少啊？一口气啊，半框还是一框？小半框。小半框。现在大家看到刘诗雯啊，她练的是跟男运动员，就是男帮女来陪她练的，所以到下午呢，她的体力下降，然后男帮女的球质量又非常高，所以刘诗雯是很纠结的，就是你能看出来她挺痛苦的，也一直在坚持。训练到这个阶段来讲。 应该做的大家都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就等着大赛开战了吧。好球！孔指导这手感还那么好啊！我估计他赢不了你吧？李姐，如果你不给小霞喂多球的话，是不是她的这个多球质量就有偷懒的这个嫌疑？会不会？现在不会，现在小霞很自觉，训练质量还是比较高，而且针对性也很强，也很会练。 观众朋友，大家看到了刚才这个男队和女队，其实呢，这个刘国梁和孔令辉尽管过去在一个宿舍，又是都是大满贯的得主，但是实际他们两个在理念上可能也有稍微的差距。马琳你呢，过去是在男队训练，现在呢作为领导又作为教练，所以男队的训练也看，女队的训练也看，你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男队的训练质量还有这个身体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女队的训练相对来讲还是技巧。 和这个灵活速度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女孩嘛，相对来讲不像男队员这样的先天性这样身体的条件。所以女孩打球来讲，更讲究的是，比赛里的这个变化和比赛里的速度，会更多一些。因为力量上她肯定要比男的会差一些。所以更多的来讲的话，还是要。 他们的训练里头还是最主要注重的就是这个训练里的技巧。女队呢，她是运动员有特点，女运动员训练好舒服，她喜欢多回合，而且大家不好意思，一般不给你制造太多的困难。但是男运动员呢，他就是说刚才马琳介绍的，一个是力量，一个速度，再一个男运动员喜欢比赛，好斗，他实战性强。女运动员都别打，千万别打，尽量主力不要碰到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特点。对，那么这次还有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就是。 全部的运动员唯有一个就是81队的木子他是要靠打预选赛才能上来就是不是主力运动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呢对他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个考验。那么开幕式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先看一看开幕式，等一会儿开幕式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评论。另外呢，抽签是大家观众的重中之重，等一会儿请二位呢给评一下抽签。好，我们来看一下开幕式。 在外，为家人打拼，为自己打拼，回到家见到父母，再苦再累也都值了。力帆路途带你回家，力帆汽车。中国劲酒提示您收看周末精彩赛事。哎，你不能再喝了，我是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没有身体哪有感情啊？少喝一点，为健康。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劲牌公司，全世界都在关注我，最小的头屑都会被看见。新清扬男士，100%专为男士设计，清透洁净头皮毛孔，净爽去屑。新清扬男士，净爽去屑，无懈可击，我无需隐藏。商传友情，水城连四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办的最高水平的乒乓球大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12年3月27日，国际乒联宣布将在苏州举办2015年第53届世乒赛。 这也是世乒赛第5次选择了中国作为主办国。Ping pong conveys the friendship, and Watertown connects the world. The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table tennis event, ho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able Tennis Federation with widespread influence. On March the 27th, 2012, the ITTF declared that the 53rd WTTC of 2015 would be held in Suzhou. This is the 5th time th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has been hosted in China. 参加本届世乒赛的共有来自13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比赛将于4月26日至5月3日。 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共设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项目，有200多家国内外媒体、1000多名记者朋友参与赛事报道。他们将向世界传递乒乓的快乐，传递苏州的热情与风采。Over 1,300 players, coaches, and officials from 134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attend the 53rd WTTC. The event will be held in Suzhou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from April 26th to May the 3rd. It has 5 events, including men's singles, women's singles, men's doubles, women's doubles, and mixed doubles. Over 1,000 media friends from more than 200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agencies will cover this event. They will deliver the joy of ping pong and enthusiasm and glamour of Suzhou to the world. 今天，小小乒球融汇四海，千年古城绽放荣光。今天，运动的快乐将在一颗颗乒球上跳动，世界的精彩也将在一张张乒桌上展开。感谢你们对世乒赛的支持。 中国欢迎您，江苏欢迎您，苏州欢迎您。Today, this small ping pong will combine the whole world, and the thousand-year ancient town will shine even brighter. Today, the joy of sport will be shared with the bouncing ping pongs, and the wonder of the world will be unfolding on ping pong table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o the 53rd WTTC.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Jiangsu, welcome to Suzhou. 有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蔡振华主持2015年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Now let's welcome Mr. 蔡振华。 Vice Minister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to host the opening ceremony.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Respected leader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主要领导和嘉宾。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officials and guests present at today's opening ceremony.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刘延东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Vic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刘鹏 ，Minister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李学勇。李学勇 ，Governor of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angsu Province。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李斌 ，Minister of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托马斯·维克多。 Thomas Weikert,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able Tennis Federation。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Please ris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请坐下。Please sit down. 下面请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李学勇致辞。Now let's welcome Mr. Li Xueyong, Governor of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for speech. 尊敬的刘延东副总理，尊敬的 Thomas Weikert 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4月的江南，春意盎然。在这美好的时节，我们相聚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共同迎来 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隆重开幕。在此，我谨代表江苏省人民政府，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乒乓健儿和各方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国际乒乓球联合会 向为本届世乒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乒乓球是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也是国际上普及性很高的一项体育运动。世乒赛是国际最高水平的 乒乓球单项赛事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本届世乒赛上，来自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健儿将奋力拼搏，争创佳绩，播撒激情，追逐梦想。世乒赛再次来到中国， 在江苏苏州举办，这是继南京青奥会之后，我省承办的又一项重要国际体育赛事。江苏文化底蕴深厚，人民热爱体育，也是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沃土，先后涌现出一批优秀选手和世界冠军。 我们热切盼望，与国际乒联大家庭和广大乒乓球爱好者一道，共同分享本届世乒赛的成功与喜悦。乒乓连五洲，银球传友谊，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为促进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积极的贡献。现在，我荣幸地邀请国际乒联主席托马斯·维克特先生致辞。 Your Excellency Vice Premier Madam Liu Yuandong, distinguished guests, table tennis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Koros 2015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in Suzhou marks the 5th time that the championships has been hosted in China. Each time the championships are held here in China, we reach new milestones and our sport is taken to new heights. We are sure that 2015 will be no different, with 134 member associations coming to Suzh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s biggest table tennis event. With the promotion of our sport being the key objective of the ITTF, I'm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a record of 169 countries will be broadcasting the championships on TV. A huge thank you to all of them and also to CCTV for being such a good partner to present our sport on the highest level. Together with the record number of accredited media, the unprecedented live streaming of the event, and the promotional initiatives of ITTF,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will be the most followed table tennis event in history. The effort from the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been tremendous, and the response from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has been overwhelming, with nearly all the tickets sold out. We look forward to a full house every day watching the world's best table tennis players. Above and beyond sport, I hope that the championships will help raise the status of table tennis in our society even further. I hope that we can attract many newcomer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to table tennis through the high level of sport presentation and the highest quality of table tennis here in Suzhou. However, my most important wish is that the championships in Suzhou will become a melting pot of nations through the unifying element of sport. I hope that throughout the 8 days, participants and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enjoy a peaceful, fair, friendly, and happy World Championships that will stay in their hearts forever. The championships hope to set also new standards off the table, with the logistical demands of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one of the largest indoor sporting events worldwide. It is not possible to organize such a large event without the help of competent and reliable friends. I would like to thank in particular our partners in Suzhou, Chinese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and Su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A special thanks to this title sponsor, Koros, the major sponsors Liebherr, China Unicom, Tissot, Double Happiness, Butterfly, Gearfloor, ICBC and PIECC, and all other sponsors. Without their support, hosting such a high-level event would not be possible. Furthermore, I would like to say a very special thank to the huge number of volunteers, referees, umpires, and officials. My thanks go equally to our gue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last but not least, to the heart of this event, the players. I warmly welcome you all to the 2015 Koros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in Suzhou. Now, I'm honored to welcome Madam Liu Yandong, Vic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o declare the opening of the 53rd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现在，我宣布，2015年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到此结束。下面，请大家观赏文艺演出。We've conclu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53rd WTTC. Please enjoy the performance.水是生命之源，水也是苏州的魂魄。如同意大利的威尼斯一样，在中国，苏州也是一座与水相邻、与水相亲的城市。正是这温山软水，哺育勤劳先民，滋养万亩桑田，也孕育出灿烂的文化。 4700年前，这里的人民已经养蚕取丝，编织出梦幻般的中国丝绸，成就原始农业社会最伟大的创造。610年前，大航海家郑和从这里出发，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非洲。给世界带去了东方最美的礼物。世界版图上，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交汇多样文明。千年前的丝路辉煌，是国与国、人与人交往的结晶。如今，历史故事被赋予新的意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张开臂膀，邀请5大洲朋友合作发展，共襄盛举。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一带一路，将超越国度，跨越时空，让不同的文明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天地给我沧浪之水，先民赐我华美丝绸。水和丝在苏州结缘交融，绵延起始，舞起五韵金风。苏州评弹是说唱艺术，说表细腻婉转，吴侬软语，清新淡雅，韵味绵长，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楼内分两下，夜静可怜呐。烟影手下一空山。 是中国首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被誉为中国的百戏之祖。唱子夜红开遍。 此寨门道风雨，得尽头儿月良辰。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生生做响，乒乒呀，乓乓呀。天是世界所有乒乓运动爱好者的共同节日。今天，我爱乒乓的华彩乐章才刚刚奏响。此刻，我们的心充满期待，期待序幕以后的每一场精彩比赛，期待各国乒乓运动员取得更好成绩。 期待苏州的热情能让每个朋友感到温暖舒心，期待友谊和运动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Today marks the festival of all table tennis fans. Today we have just started the first note of our symphony of table tennis. At this moment, all of us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ming games. Expecting the great performance of our players, and moreover, hoping to make our friends from afar feeling at home, and hoping friendship and sports can make this world even better. The performance has come to an end. The draw is to begin very soon.啊，观众朋友，大家看到了这个开幕式可以说是短小精悍，而且呢是文化味儿非常足。杨颖，你是江苏人啊？对。你看了有什么感受啊？我觉得首先体现了所有的苏州的历史文化，像评弹了、苏绣了，包括我们江南的美女。 另外呢，我觉得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就是对乒乓，就是乒乓两个字的解读。其实我也是看了您的这本书啊，上面写的是英国人吉布，然后呢，他呢从美洲拿到了一个这个赛璐璐乒乓球，最后给他起名叫乒乓，我觉得很伟大。好的，马琳，现在那个抽签马上就开始了，抽签马上开始了，我们看一看抽签的情况吧。 For the top 16 seeds of the men's singles and also the women's singles. With such, we're going to have to ask you to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referee of the tournament, Mr. Kirill Mazariev.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大会的裁判长，来自俄罗斯的马扎耶夫先生。Please. 啊，这是这个国际乒联的主持人王东啊，他在用英文和中文主持。 其实这时候啊，运动员是最紧张的啊。虽说我要冲顶，要拿冠军，我必须要打过所有的对手，打败，但其实还是对抽签啊特别期待，希望自己能够上签，打自己喜欢打对手。所以就是拿冠军的话，必须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嘛，是吧？都要有因为乒乓球这项运动，它确实会有这个球路相克的一些东西。比如马琳那时候你抽签的时候，你怕你希望和谁碰上？怕碰王励勤。我碰不到，倒没说希望和谁碰。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相对来讲会有一些难打的，就是不能说特别难打，就是很别扭的一些对手，因为有一些二流的或三流的一些对手，像我们可能球迷或者观众朋友们不一定很了解的。其实这些队员，对我们当时来说其实最可怕，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只是听过一些名字，然后他们还有一些球，然后他们又在暗处。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这些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运动员，其实这种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如果有个相克的，啪跑到你这儿来。 因为有的人呢，他确实有一些绝活，或者一些发球比较好啊，或者说有一些特有的一些技术，可能短球比较好，或者说长球某一板有的质量非常高。像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因为你接发球接不好，你就会让人先进攻，人家进攻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比分啊一直打不开。因为不像你跟高水平运动员打，你会觉得哎一直纠缠住你没问题。你要跟这些23流的队员呢，对于我们这样高排名的运动员，就会想尽量能够让这些水平争取能够尽量发出来，然后尽快赢得比赛。 对，这个丁宁啊是本届世乒赛女子单打的1号种子选手，2号是刘诗雯，所以他们俩呢，在一个在1号位，一个是在128号位置，就正选赛的128号应该是。男子应该是马龙1号位，2号种子许昕是在最后的下半区的最后一个位置。对，他的原则就是，种子直接最后碰，在上下半区不能上来碰啊。这是来自日本的。 伊藤美诚，这是种子的16位选手的抽签。伊藤美诚，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日本最年轻的14岁的小将。啊，前段时间刚刚获得了这个德国公开赛的女子单打的冠军。伊藤美诚，自己来看看81号的位置 ，Number 81 ，That will be her position. In the bottom half there 啊，其实这个过程啊，对很多球迷来讲啊，可能看的过程中啊，他也不太了解，是吧？最希望看到一个结果，是吧？到最后知道谁上来碰谁，谁和谁是在一个半区，谁和谁是在另一个半区。嗯，这个名字是大会的第10号。马林，你当时参加世锦赛的时候，也多次经历这个抽签的过程，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能不能给观众描述一下？ 现在还确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抽签，我们运动员都不去的。哦，这次是这个抽签，都运动员亲自到现场，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比赛越来越人性化，也越来越公平、公正、公开。啊，我们那个时候抽签，我们就是在房间等，有专人，有我们中国队的专门的人去抽签。来自韩国的西红花徐小媛。 来自韩国的徐小媛，我们看到就是刘诗雯和丁宁啊，他们抽的是这个名字，因为现在我觉得抽签啊很公平，都是自己抽，原来是教练帮你抽，对，所以你这个你自己抽成什么样，你自己也就认了啊。如果教练帮你抽，你就等着教练带回来的消息，马上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那抽到什么样就什么样。 对，现在我觉得这个，中国在编排方面啊，在这方面也世界领先，啊，就是主要的原则就是强的和强的啊不要先碰啊，是这样一个原则。OK, there you go。但是呢，刚才马林说的相克这块没办法啊，他呢排名很低，但是他就专对你有效，是吧？ Your own number。好好。啊，现在是这是。 啊，平野早世香80位置，80号位置。OK,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 ，thank you。80号，第80号的位置啊。OK， 我们继续往下走，平野还有4只黄球。那现在丁宁展示一下，第16号，这是杨夏莹，韩国的 Korea。好，这个是来自韩国的杨。啊，最后就是啊杨和恩啊，韩国选手。 这次梁夏莹也是混双中，也是和许昕搭档配双打，配混双。啊，他跟许昕是吧？对，啊，他跟许昕打混双。这113号应该是刘诗雯附近的这个队员，因为刘诗雯在128号嘛。剩下3只球，对，包括施雯手中的这一只，这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杜海琴。杜海琴一点都不错。 杜海晴也是中国香港非常年轻的、有冲击力的选手，而且呢，这1-2年当中进步也是非常快。和这个另外一个叫李浩晴，对 ，Thank you， 谢谢，丁宁已经迫不及待地拿在手中。现在抽的这些队员都是9到16的排名的，等下一批再抽应该就是5到8的了。奥地利的刘佳，这应该非常熟悉。奥地利刘佳原来是北京队的运动员啊，这个运动员呢，他打球速度比较快，到欧洲以后啊，回合也有所增加。33岁的也是很有威胁的选手。 刘佳的儿子也很大了啊，但他生完孩子之后啊，当了母亲，很快就重新的复出，开始打这个国际大赛了。你看萨马拉，15是萨马拉啊，罗马尼亚的运动员。这个萨马拉应该是一个老队员了，现在算老将，应该是一个老队员。球还是比较有特点，他当时和杜迪安嘛。 因为我们那时候打球的时候，他和杜迪安两个虽然比我们小很多，但是已经出来可以打，开始打了，对，他们已经算不错的，而且萨马拉的发球是不错的。嗯。萨马拉应该是上半区在丁宁这边。 也就是5到8，先5到8，这个种子选手的他们的签表，我们还是请丁宁首先先开张啊！现在5到8开始抽签，这一组应该是有中国选手的，我们来看看。因为这一个轮次里头抽签就有点玄机了。武阳队友武阳第7位，不是第7位，不是7号位，他是排名第7，但是他现在在抽位置。手气如何？ 抽进上半区还是下半区？32号位，应该是上半区。Number 32， 第32号的位置，他的签位是32号。Thank you， 武阳。武阳应该是跟丁宁在一区，1/4区，在1/4区。果然是好。朱雨玲，这个朱雨玲，哇，你这是把你自己的双打搭档抽出来了，是不是啊？朱雨玲 ，Who is going to pair with the 刘诗雯 in the women's doubles. Let's see how she goes here. 哦，97啊，朱雨玲97，那就是在第2个区里啊，第2个1/4区，97下半区的上半区，哎呦，他在下半区的上半区。我们继续请丁宁往下走，最后还有2只。他在下半区的上半区。这是他128嘛，128应该是64。在下半区的上半区里啊，这个是哎到了。 第5号种子来自日本的 Ishikawa Kazumi， Thank you。石川佳纯这几年啊，石川佳纯的球很厉害。啊，他已经在威胁和排名上都超过了这个茨瓦拉。33号上半区，哇，上半区依然也是真的是好手云集啊。 那应该就福原爱了，和福原爱和刘诗雯应该是8进4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一点不错。福克哈拉爱，大家非常喜爱的日本的斯娃娃的今天福原爱啊，今天丁宁和刘诗雯心情比较松弛，因为他俩不用抽了，给别人抽是吧？一个在最上面，一个在最下边。展现一下号码啊！下半区的96号 ，96福克哈拉爱，96。 96下半区里。Thank you， 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组要抽出，其实就是2只红球了。它代表的是34号的种子，他们的签表，他们的签位，还是从丁宁先开始吧。特意写的是左边的球。马林，你觉得这种抽签是不是也是一个仪式啊？也使人们。 起码使现场的观众也很兴奋。天威，新加坡的名将天威风。这个轮次抽签就是有一些压力了。这个很关键，这是中国女队的最大的对手。看是上半区还是下半区？看看冯天威在什么位置？64上半区，64上半区。他上半区的最后一个位置，跟丁宁一个半区，一个半区。丁宁是1，他是64，是吧？好，最后。 就是你的队友吧，李晓霞 of China， 好，奥运会的冠军得主，看看这次李晓霞在签表上夺冠大热门，这个很重要，看看到哪儿，65，他在下半区，60下半区 ，number 65， 那等于跟刘诗雯到一区了，是吧？签位是65号 ，Thank you very much， 也是在上半区啊。刚才我讲上半区确实是好手云集。 那么最后2位呢，其实不用我们多说，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2位了。大卫的1号种子和2号种子丁宁，世界排名第1的他，还在了1号种子的位置，那么被抽进了上半区的1号位置。他是下半区。那么刘诗雯呢是坐上65嘛，是吧？65下半区。他一共128个位置，那他这个肯定属于下半区。上下半区，所以有2位。上半区是到64个位置。我觉得刚才这个抽的可能是最吓人的，因为作为丁宁和刘诗雯可能都不希望李晓霞到自己这半区球，是吧？ Ladies, would you be able to step forward a little bit? I'm going to ask one of the two girls here to talk over. 我们来请小霞你来说一下吧，小霞。 刚才你是抽到了上半区哈，对这个签表签位下半区有什么看法？到这儿来。我好像是下半区吧。下半区。65下半区。对，65号。其实我觉得抽签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运动员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给大家，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乒乓球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Oh, she's saying that actually, even though she's been drawn into the bottom half there, I mean, that probably doesn't matter. All she needs to do all matters is actually to showcase her skills. 65正好是下半区的前边。如果64就变成上半区了。我们再请一位也来讲讲啊。Yes, Isabella, would you please step forward a little bit? Well, let's talk over a little bit. Yeah, are you happy with the draw you're in now? 这萨马拉吧，萨马拉，对，萨马拉，罗马尼亚选手。It's okay. What does that really mean? Tough draw. Little bit, but I will see. 他说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是说这一组应该还是很艰难的。正面的于梦雨啊，那高个的是新加坡的选手，旁边是刘佳。Do the best you can. 这是武阳，中间是武阳。再艰难也没关系，无妨大碍，还是要坚持。旁边这是日本队的16岁的小将。好的，我们再次掌声响起。Thank you all for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draw.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be seated.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大会的前16号种子，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签仪式。Thank you. Now. 16号种子选手。 都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在其他的选手再往上配，都各自各入位。16位种子的抽签，我们还是请马德耶夫先生呢，我们一起来见证和监督这一时刻。好，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大会的前16号男子单打的种子选手登台亮相。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观众朋友，大家看到这个抽签他先抽出16个种子，因为和这个128，这个刚才呢就是刘诗雯和丁宁就不用抽了，丁宁在第一，刘诗雯在128，后边呢都得抽。那么这样呢，抽最后呢128个人都落位了，因为先得把16个种子先确定了。 很开心又见到你了，我们还是要请这两位大会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种子呢，跟我们一起来亲自参与抽签仪式。好，我们也是请李小姐送上代表了我们运动员种子的彩球。首先送上是9到16位的种子的彩球。 还是从马龙开始吧，按照惯例，大会的第1号种子由你开张。Yes, please. 马龙 ，you're gonna start first. 这16位高手个个都有夺冠的实力，个个身手不凡，谁的命运在他手上呢？也是你的老对手，来自韩国的朱世克 ，Just that ho. You will be the first one. Hopefully that luck is gonna be with you throughout the whole tournament. 这位世界级的名将。 曾经是在世锦赛中获得过男单亚军。看来抽的不好。Number 16， 第16。Okay, thank you， 潘佳明的。好，徐昕到你。Now 徐昕 will take a chance here or take this turn to open up this yellow ball. Let's see whose name will be announced. Number 16， 王晨婷，这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黄镇廷。 好，看看振廷，你的手气如何啊 ？Number 48， 第48号的位，也是上半区第48的签位，谢谢 ，Thank you。好，在马龙再来，还有6只哈，在这个马林原来我记得好像是黄色的，就是3号和4号种子也不抽，抽啊，原来抽吗？抽是吗？3、4号一直要抽的，那等于是。 等于现在就是说，实际上把这16个抽出来以后，再把其他的给它补在里头，对，就出来了128，是吧？对。他都一个轮次一个轮次抽的。113，这个应该是跟许昕16斤8，要是正常，他俩要是能碰到的话，对，许昕在128这个位置，许昕128嘛，113，他俩应该是跟许昕第二轮就碰上了，不是16斤8，16斤8，如果说都能打到前16的话，都顺利。Samsung 第9号 ，OK，Samsung，所以许昕和马龙啊，世界排名第一，排名第二，所以两个人呢就比较轻松。他们来抽啊，先抽呢是主要抽这个，抽的是世界排名的是吧？对。他拿出世界排名，然后是80号，80号的位置 ，Thank you，Thank you，There you go。好，我们再请马龙啊，马龙再抽。 然后这个号就是世界排名，哎，12。唐鹏啊，唐鹏是世界排名第12，所以这时候唐鹏就开始抽。那么唐鹏这时候抽的号就是他要落的位置号，17。第17位的位置 ，number 17， and he's being slotted into the slot of number 17， 唐鹏和胖胖。17。有3只彩球。 这个节点上有3只彩球啊 ，blue ball, yellow ball remaining here. From Fusion we have okay, Niwakoji 来自日本的 Niwakoji。丹羽孝希啊，这丹羽孝希的球也很有杀伤力。马林，我记得你跟他打了有一次还是打过是吧？对，他球比较刁吧他。球挺有灵气的，速度挺快，但是力量差点，力量会差一点。 挺忙活的，对，挺有天赋，看人手感不错，对啊，老退到中远台啊。高宁，从新加坡高宁，这位沙场老将，看看这次大赛中，高宁好像比过去胖了，是吧？高宁胖。81号位置。 被分到了下半区啊！现在站到上面的都是世界排名前16的运动员啊！排名前16的运动员有许昕和马龙，因为他俩不用抽了，一个在第一，一个在第128。然后他们抽出来这个就是把这16个人的顺序号抽出来。112。下半区。下半区。112的位置。下半区的3分之3区。 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这是第2组，也就是5到8名的总分。大家先感觉到拿了8分。这个8进4这里头就有一些强的了，就一些比较强的。奥恰洛夫。From Germany， 奥恰洛夫。先看这奥恰洛夫在哪？奥恰洛夫的威胁还比较大。威胁比较大。 32，那就是上半应该是在马龙这边，最后一位和马龙在一起是吧？奥恰在那个奥恰在马龙这边，马龙那半区。水谷啊，水谷隼，世界排名第5，96。 96，现在还不好说是樊振东或者张继科，因为他是在3分之3区的，就3分之3区嘛，是在下半区的上面。弗雷塔斯应该算这里面比较弱了，算比较弱的了，葡萄牙。 啊，弗雷塔斯也是近年来崭露头角。许昕在许昕那边，对许昕来说，弗雷塔斯的话还可能还相对来讲会好一些，不是说很强的。最后一个是波尔了。今天许昕和马龙，你看多轻松，一劲笑啊！因为这个呢，根据规则，他们两个不用抽，世界排名第1、第2。 啊，一个在第1，一个在第128，剩下的16个排名啊都要抽出来。波尔上半区最后就抽这个张继科和樊振东，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很关键。对，因为张继科谁都不想跟他在一半区，因为张继科如果说精彩的话，就是张继科和马龙一半区半决赛，这个就会让大家都很吸引眼球了。 你要张继科是不是愿意打许昕？肯定了，相对来说是吧？肯定了。张继科他都愿意打许昕。看看张继科到哪边啊？上半区、下半区，这个大家比较关注，是碰马龙还是碰许昕？现在也是让大家去揭晓谜底的时候。看看啊，看看继科在哪个半区？ 他是3号的单打种子，65哦，上半区啊，下半区，64下半区。跟李晓霞在同一个位置啊，李晓霞也是65号位。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戏，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这样下半区他和许昕，打半决赛，嗯。樊振东就是你看许昕今天倍儿高兴啊，今天特别高兴。对，哎，这肯定了。樊振东，这个其实我们都已经猜到了啊，看看樊振东抽到哪儿？上半区了。 中国的新星实力上的代表，他要到下半区，到四个三个跑下半区去了，那就全挤到下半区了。上半区64，上半区64。他和他马龙一个半区，64号樊振东。这样我们看到啊，这个张继科是65号，樊振东是64号。OK， 这一组也是会非常非常的激烈啊！许昕呢，作为大会的2号种子，是在下半区被排到了第128个位置。 马龙作为大会的1号种子，当然是排在了第1的位置啊，就是马龙和樊振东在上半区，许昕和张继科在下半区。张继科、许昕。OK， 张继科不选第一啊，我来评价许昕吧。从你的角度来讲，你对这次的整个上半区哈，当然是你没有参加真正的抽，因为你的位置已经是定下来的。那么作为下半区有你作为做手，可以说看到这么多下半区的对手，怎么样作何感想？ 下半区整体来说应该比上半区强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分到自己这边都会更强一些。He believes that actually the bottom half where he belongs actually is very very tough, even tougher than the top half. Well, we wish him good luck. 我们还祝你好运，谢谢。Okay, let's say Timo,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step forward right here? Let's ask you about it. How do you like the draw here? I'm not looking at these guys on the wall. I'm concentrating on the first rounds. 他说他不想再看签表了，他只想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第一轮的比赛。And after the first round, well, definitely the opponents will be tougher and tougher down the line. Yes, of course. I think they're all good players, but I think the draw is okay for me. 哎，他觉得这个。 签表对他来说还是相当不错，他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把掌声也是送给他，希望他在这次比赛中有好的表现。Thank you and good luck and gentlemen。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参加我们今天啊男子单打抽签仪式的16位种子选手。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gentlemen.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be seated. 谢谢我们的16位大会的种子代表。我们也是啊感谢我们的裁判长马扎耶夫见证并且监督了今天的裁判工作。And also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Mr. Matayev.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OK， 女士们、先生们，那我们也是期待本次赛事出现更多的精彩。今天下午的开幕仪式和抽签仪式呢，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在未来的一周里，跟我们一起分享乒乓球的心得，在苏州度过美好的一周。Enjoy ping pong, otherwise known as table tennis. Thank you once again very much indeed for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draw ceremony. We see you on court. Thank you.说乒乓球25年了，很少在场边静静的欣赏。新球、新规则、新力量，主宰国际赛场。 今年在苏州，谁会坐在我的身旁？离开赛场不代表离开乒乓。18个冠军头衔，直拍有什么秘籍？今年在苏州写下第一章。是我专业队教练，创岩上乒乓，老中青少各选其长。今年在苏州横拍打法与您分享。近水楼台，冠军相伴，全媒体互动，我替观众网友求教。今年在苏州，我们边看球边学球。今年世乒赛在苏州，我们在苏州。 啊，现在我们真的来到苏州了，而且坐在我身旁的是马林，啊，这个杨颖，他们都是世界冠军。杨颖，你看，先说说女的吧，等一会儿那个刘国梁和孔令辉还要讲，我先听你们两位啊看法。因为这个女子的签表呢，这个在1号种子是丁宁，接下来呢，在这个上半区呢，还有一个削球选手武阳在上半区，接下来在上半区的最下面的这个位置是新加坡的冯天薇，那么在 下半区的65号位是大满贯得主，也是夺冠的呼声最高的李晓霞，在65号位。接下来呢有三个日本人，三个日本的选手。最下半区是中国的朱雨玲，2号种子刘诗雯在128个位置，也就是说在女子抽签这三个人，李晓霞、朱雨玲、刘诗雯是在 下半区，丁宁和武阳在上半区。那哪个区强一点呢？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比较平均。整体来讲，就像许昕说的，还是下半区强。李晓霞这边也是这样，但是要说的是一个木子啊，木子现在这个是大家呢所有教练员、运动员最关心也是最头疼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木子他要打预选，他世界排名比较低，他要打预选。打完预选之后进入正赛以后，那么木子 他有可能在第2轮就要碰上中国运动员啊！他第2轮，他可以说这个几率非常非常大。第1轮碰不上，但第2轮一定能碰上。好的。所以之前我也问了那个陈斌教练，他说在这块儿说大家都在担心，就看木子，打完预选之后上来会抽到哪块去。因为木子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运动员，他呢这也是一个颗粒打法，所以在世乒赛当中，在横板横行霸道的年代，他这个颗粒打法能不能成为新的亮点？另外，木子呢，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直通的资格，获得了这个世乒赛的单打的参赛权。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先热身了，对，才有条件是吧？马林，你再说说这个男子这一块，你给大家点评一下。男子的这个抽签，我觉得 应该还是下半区显得更强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下半区有2个这个夺标呼声比较高的，一个就是这个张继科，就不用说了，还有一个就是许昕，还有方博，也在下半区。方博是，但是相对来讲，稍微差一点。对，因为从我们队伍整个队伍来说，还是应该说有2个嘛，在一个区里头，上半区只有一个马龙。 樊振东也可以，但是相对来讲，比这3个，年龄偏大一点的人呢，应该是稍微差一些，所以显得下半区实力更强一些。好的，那我们听听这个现场的刘国梁、孔令辉他们怎么点评。啊，先邵胜义，胜义，哦，哎，听到了吧？好，蔡鹏老师，哎，您给我介绍一下情况。好的。哎。 啊，信号，喂，邵胜义，李武军，能听到吗？李武军，能听得到，蔡老师。哎，李武军能听到吧？啊，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刘国梁和孔令辉到场了没有？好的，主持人，应该说紧张的抽签仪式已经结束了，有人看重抽签，而更多的人呢，则看重的是赛前的状态。 应该说呢，现在目前正在练习馆练球的这些运动员，看重的就是明天开始的赛前的一个状态。而在这些热身的运动员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应该说他就是克罗地亚的谭瑞武。随着普里莫拉斯的退役之后，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克罗地亚的男1号。在前年的欧洲锦标赛的比赛里边呢，他和波兰的王增义曾经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这次比赛，2个人制定的目标就是要力争夺取奖牌。 在单打比赛里边呢，谭瑞武希望自己能够打进第3轮。说完了这个谭瑞武之后，其实我更关心的，则是中国队的这个抽签的一个情况。应该说，在中国队的6名女子单打的选手当中呢，除了穆子以外，其他5名选手都参加了抽签仪式，应该说都是种子。现在呢，签位已经出来了，我们请孔指导对这个签位进行一个解读啊。您对我们目前这5名选手抽签的这个情况怎么看？总体还是比较正常，就是除了在上半区的那个下半区没有中国队的运动员，丁宁跟武阳分在一起，完了。刘诗雯跟李晓霞分开，因为他们这是大种子，是必须在这个4个区域要分开的。完了，8进4的时候，有可能刘诗雯会碰到朱以玲，但总体这个签儿还是不错的。我认为最主要不是中国队的抽签儿，还是中国队自身的准备。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封闭训练，包括提前来到苏州，进行了1个星期的适应场地训练，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不管我们抽到什么样的签儿，碰到什么样的对手，最主要的还在于我们自己的发挥。 在上个月的亚洲杯的比赛里边，我们的最主要的对手冯天薇是接连战胜了朱雨玲和刘诗雯，获得了冠军。对冯天薇这次我们做了哪些特殊的准备？当然会分析得更细一点。除了把这几场比赛实力的这个球重新再分析、再准备，包括让科研重新又把他之前的几次比赛的这种技战术统计都重新的再组合一下，但是。 比较遗憾的是，今天抽签没有人抽到他那个半区里，那可能看看明天木子打出来有没有可能会抽到那儿。如果抽不到，就是相当于我们有可能在半决赛才会碰到冯天薇。之前的比赛可能那个区域就没有中国的运动员。在来苏州之前，中国乒乓球队教练组曾经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什么推广的责任要重于夺取金牌。怎么理解这句话？ 是，因为这么多年乒乓球打世界比赛，包括奥运会的成绩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可能对这个项目的发展并不是很好。因为一家独大以后，其他一些欧洲的国家在逐步的萎缩。在前几年，这个蔡局也提出了一种3次创业的这种大的目标。这次来我们你们也看到了，可能我们在双打、男女双打，包括混双，我们都有跟国外运动员的配对。 这也是为了共同发展乒乓球这个项目，在全球的这种，可能要参与的人会更多一点，主要可能从队里要出于这种目的考虑，所以也有挑了四个运动员跟国外的运动员进行配对打双打。嗯，好，谢谢孔指导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能够运动成绩和乒乓球的推广取得双丰收。 等一会儿呢，我们的记者周道将会对刘国梁进行一个采访，请他呢对男乒的这个抽签情况进行一个解读。主持人，好，谢谢武军啊，刚才那个孔指导的点评，马林你听了有什么感受？孔指导刚才说的是比较对的吧，因为这个上半区的下半区里头，就是冯天薇这个区里头，目前还没有我们中国。嗯。刚才孔指导也说了。 希望木子明天在预选赛打出来以后，会不会能够抽到他这个4分之2区里头？嗯，因为丁宁是4分之1区嘛，所以就是如果说抽不到的话，可能我们这次的半决赛里头肯定会有人要跟外国运动员去争取这个半决赛，但不一定非得是冯天薇了，也可能。 别的一些有实力队员也有可能会打出来，因为本身大家水平都差不多，所以就是下半区来讲，我还觉得相对来讲可能争夺会更激烈一些。我觉得啊，蔡老师就是从项目发展的角度，如果说这个木子没有抽到冯天薇这一区，那么他抽到其他的区，也就是说半决赛中国运动员和国外选手来对决的话，这也是对这个项目的一个推动和发展。 刚才孔指导也说了，一家独大未必是一件好的事情。对，所以这个从抽签的角度，木子一旦打出来，那么他也有可能抽到，这个丁宁这半区，也有可能全挤在下半区。那么下半区就有4个中国运动员。明白。另外呢，现在我们本台记者周道啊，现在要问一问刘国梁对男队的抽签的感受。啊，周道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因为我们整个的教练组吧，包括刘国梁还有孔令辉也好，对这个抽签呢都是比较关注的。刚才我们一直都在看，刚刚也是手机上才能看到那个对阵，就是你怎么看待吧这次抽的这个签位呢？我觉得单打的抽签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常啊，无非就是我们下半区有4个人，上半区有2个人，但是上半区呢，我们主要对手。 或者威胁最大的2个德国选手都在上半区，包括朱诗鹤，但下半区呢，相对也有一些像弗雷塔斯啊，像庄智渊啊、萨姆索诺夫啊，但当然我们还有自己的几个人。我觉得，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均。抽签对我们来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相信抽签的时候，运动员肯定思想上会有一些变化，多少会有一些自己想抽到的位置和一个不太想抽到的位置。但是我觉得，没有白吃的午餐，更没有抽出来的冠军。 所以，如果说要想拿冠军，他只能靠打出来，是吧？我觉得抽签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形式，更主要的是抽完之后，大家明白了自己的对手，自己应该怎么去准备，应该怎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我觉得抽签是运气，打才是实力。 因为我看到，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心啊，就是中国队的内战。我看到最早开展的应该是方博和许昕吧，还有你估计到其他的那些就是比较有实力队员之间的内战。如果说内战，一个是方博和许昕是吧？他们在一个小区里边，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可能是梁靖昆，可能也要跟那个季科。 是吧？也在一个小区，但是他们当然了，前面都要自己要过，是吧？要过2轮，因为梁靖昆是一个小种子，他没有在这个大种子里头，所以我说不管在哪个位置，是吧？因为我们已经包揽了世界排名1、2、3、4，他怎么都要上下半区抽开，是吧？只不过说如果上半区3个，下半区3个，可能会更平均一些。我希望我们的队员是吧，能够多跟外国选手打。 不管是我们奥运会的参赛主力，还是一些年轻的队员，我觉得都是更有价值一些。但是抽签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正常。下边就是说，运动员各自是吧去准备是吧，这个抽完签之后自己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一个抽的强的是吧，他要这个勇敢的去面对，因为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一个可能有些签抽的自我感觉还不错，这会儿说更要杜绝。 侥幸思想，觉得我签儿抽出来了，所以刚才我已经强调了，没有抽出来的冠军，是吧？只有打出来的冠军。所以我觉得签儿只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还是说运动员在场上的临场发挥。其实今天的关于签这方面的问题，最受关注的还是混双跨国配对抽到的这个签啊，就是因为这也是我们苏州世乒赛的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嘛，他们。 马龙、许昕跟马龙、波尔和张继科、许昕将在第2轮就会相遇，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男双这个抽签，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作为马龙和波尔是吧，这个跨国配对是吧，应该本次成为这次世乒赛的一个亮点，大家非常期望是吧，也期待是吧，能够和张继科。 和许昕是吧，能够打到最后的时候相碰，所以我来说，本来也是希望一个是能够看到是吧，这个许昕和季科是吧，这段奥运组合是吧磨合的怎么样，同时也希望把马龙和波尔这对是吧磨合的更好是吧，这样双方更加有对抗性。但是很遗憾，在第2轮就要相碰，那比赛就是这样是吧？既然抽到了是吧，双方就要是吧展开自己的实力。 是吧？反正早打晚打，心态平衡一点，都需要打。那么这一次做场外指导的事情是该怎么做？派不派教练上去做这事儿商量了，有个结论了吗？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本来我觉得他们2队应该是排名都靠前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国际乒联的排名积分，波尔和马龙排在第18号种子。 是吧？又是在1/16的机会又碰到了，前面的时候我还真想的是两边这2队我都做一做，能够把他们是吧这个走得更远一些。但是现在这么早碰上了，确实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是吧？这个指导谁或不指导谁，怎么安排教练，我想我们回去还要这个研究一下。但我想更主要的还是靠运动员在场上的这个表现。 好的，好的，谢谢国良。那么关于签位的解释呢，我们就已经为大家解释到现在了。那么下面的时间请交给演播室。好，谢谢周导。马林，你听了国良的讲解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刘导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对的，就是抽和不抽签，其实或者抽到你愿意打的和不愿意打的对手，我觉得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你真正的水平。 有的时候，往往你对着强的，可能倒会发出水平，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准备的更充分，放手一搏，你会对调动个人的潜能会更强。如果说你要抽到弱一点的，或者说感觉平时能赢的对手，或赢的比较多的这样的对手呢，你可能会觉得，准备的没那么充分，或者说你会把眼光看得再远一点，可能又看下一轮或再下一轮。这样的话，因为世界比赛，场应该说都是硬仗，应该说，没有难打与不难打，只有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了，我觉得都不是你的对手。如果说发挥不出你的水平的话，其实再弱的对手你都会有可能这个阴沟翻船的。好的，那么邵生义呢？我们本台记者邵生义啊，刚才在这个抽签的现场，我们请邵生义介绍一下。好，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今天开幕式和抽签仪式的现场，就在刚才呢已经进行了第53届世乒赛的这个抽签的单打的抽签的仪式，所以我们已经看到男女单的各前16名的选手呢已经各自落位。应该说大家对于这个签表是挺关心的，所以我们也请到了郭燕。郭燕呢在这一次的世乒赛期间将成为我们在苏州的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嘉宾和顾问，将会和我们在8、9天的这个世乒赛赛程过程中始终战斗在一起。我们也感谢郭燕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专业的点评。今天其实给郭燕布置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来给我们解签，因为这个签表已经出来了。我们先来看看，现在是在我们身后打出了女单的这个签表。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刘国梁和孔令辉两位教练从这个教练员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一个签表。郭燕是一个打过世乒赛、打过大赛的运动员，那从运动员角度，你觉得这个签表在你看来，中国队这5个选手谁的签表更好一点？在我看来啊，其实这几个签儿，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讲，其实都差不多。因为这次世乒赛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中国队的排位现在前4名有一位是外国选手，所以呢，在1/4区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外国人在这个64号位的冯天薇，她是世界排名第4，应该是。所以，这次的世乒赛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以往就是说四个位置都应该是中国选手，所以这次有可能在半决赛中中国选手会碰到外国人。是，所以我们也看到，像这个2/4区，就是刚才郭燕提到冯天薇所在的这个区，4名选手当中没有中国人，这就一定是在半决赛这个签位是一个老外。是吧？所以就意味着中国选手一定会在这场，如果我们进入半决赛的话，顺利在这个位置一定会碰到一个外国选手，所以我们在前4强当中直接。哎，好，观众朋友啊，刚才呢，这个郭燕啊已经给大家分析了啊。其实呢，刘国梁说的一句非常好，就是没有抽出来的世界冠军，只有打出来的世界冠军。那么中国队既要想拿冠军，那就不管怎么样，你要打到第1的话，那不管抽到谁都要过这个关，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呢中国选手啊能够在这次比赛中，啊能够啊表现得非常出色，打出自己，像马林说的，打出自己的水平。另外，我们更关注的就是他那个中外跨国配对的这个啊会有什么启发？跨协会好吧啊，跨协会的这个。他是在最早啊有一个中国队有个叫杨莹的，跟我名字差不多啊。他呢是在34届世乒赛，1977年的英国伯明翰，他的这个和朝鲜选手朴英顺配合，然后获得了女子双打的冠军，这是已经是最早的没错一个跨国跨协会。没错，组合的一个冠军，所以那么这次咱们面积比较大，4对啊，一共是4对，一个女双，还有混双啊，还有混双啊，混双有2对。好，那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快完了，我觉得一个世乒赛啊，其实今天整个看了这个开幕式以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就觉得一个世乒赛打完以后，它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啊。一个呢就是金牌谁拿走了啊，一个呢就是苏州，刚才我们看了平潭也好。昆曲也好，还有它的水城也好，那把这个苏州，把这个当地的美景宣传出去了。我说这第2个，第3个呢，就是怎么给我们留下一些文化遗产啊。你比如我手里这本书啊，《世界乒坛百年纪事》啊，这个呢是由啊常熟农商行全力出版的。那么出了这本书，他把世界100年的整个都记住了，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啊。另外呢，从过2天好像还要举行大型的。啊，这种文化活动。那么27号呢，19:30啊，将进行混双的第1轮和第2轮的现场直播。随后呢，一直到5月3号，我们天天直播，希望大家陪伴我们。好，再次感谢2位世界冠军啊，马林，谢谢杨颖。好，我们27号再见，下次见。2015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4月26号到5月3号在中国的苏州进行，届时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和赛事频道将会全程直播全部的比赛。从1959年第一次从广播当中传出世乒赛的消息，中国乒乓球队第109位世界冠军加冕。今年在苏州，我们将会跟您说一点您不知道的乒乓球故事。2001年的大阪，我以一个华丽的拥抱告别了 世乒赛的赛场，从此以后投身到乒乓球电视转播的国家队。今年在苏州乒乓球单项世锦赛，我们凝聚团队的力量。从球队到赛场，从预选赛到升级仪式，我们陪伴中外球员一年又一年。今年在苏州站得更近，细节也会更多。今年世乒赛在苏州，体育频道在苏州。